今晚要吃点什么？麻辣锅。不要。你不能吃辣哈。水饺。不想吃了，午餐吃过了。拉面。不要。不那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烤肉。烤肉好，那我去买。好。以前都会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店，然后就在那边吃烤肉，有人服务就好啊。为什么现在要自己买回去？其实现在就是都是在这个享受家庭生活，然后女儿才一岁多，有时候出门带着全家出去，哇，又要带安全座椅，又要带婴儿椅，然后又要带尿布，然后牛奶，就一个小孩子就很麻烦，然后出去又很怕说现在疫情的时候，很怕说小朋友抵抗力比较小，会比较容易被传染，所以干脆我们就自己出来外面买食材，自己在家里吃就好，现在就去买。子安，我买回来了。我刚洗完澡，你买了什么？来，这是和牛。哇，好高级。猪肉，我想吃。然后鸡肉，然后这个是鲑鱼，还有虾仁、香菜、秋葵、小玉米。你从哪买的？对，玉米笋，不是小白笋，小白笋。还有樱桃。樱桃。哎，是要烤樱桃吗？小丸子不见了。啊！不好笑。好，听到了，现在先烤鸡肉哦，因为鸡肉呢比较久，然后它那个油会分散出来，这样子呢就比较不用再加什么油，就用鸡肉的油就好。然后趁它还没有烤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加一些酱料，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芝麻酱，就加一些芝麻酱哦，然后加一些这个叫什么葱花，还有香菜，然后因为我也喜欢吃辣，但是不要吃太辣，就加一点点辣就好了，一点点过瘾过瘾就好。那上面里面已经有蒜头了。那我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我一定要这个配合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马铃薯沙拉，因为你吃一吃咸啊、辣啊、香啊，然后再加一点甜味，这样很棒，就不会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腻。好，现在我就叫大家出来准备吃晚餐了。哇，这个啤酒一定要倒到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泡沫在上面，喝起来最好喝。还没吃以前呢，先要喝一口，然后呢，饭也不要太多，饭好就好。对。爸爸，赶快夹一块肉，夹一块肉，然后呢，沾这个酱这样吃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，阿豆，吃太饱了，好想睡觉，下次再见了，老板。